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痴小妹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拆包裹，一起看看今天是什么好吃好玩的。这个呀，很像托马斯小火车哟，这里还可以摇动呢。嗯，哇，怎么一摇糖果出来了？哎呦哎呦，都出来了。嗯，哇，刚吃到一颗水果味的硬糖，然后糖都掉出来了。看看这个小火车的身上好漂亮呀，还有各种卡通的小图案呢。嗯，托马斯微笑着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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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向前跑着。哇，好，到站了，我们停下来，需要休息一下了。来，哎呦哎呦呦，糖果全部都出来了。嗯，糖果硬硬的水果味儿。嗯，不错，哎呦呦呦，原来这个摇杆呀是可以把这里面的糖果给摇出来的。刚刚我不小心一碰啊，这糖果一颗一颗的往外冒。给大家看看这些，哇，满满的一袋糖果塞在里面呢。原来这是一个托马斯造型的糖果机，可以摇的哟，糖果就会出来啦。哇，这个紫色的也很漂亮呢。嗯，都是笑眯眯的这种样子，哇，好有趣啊。哎，我们来把这个紫色的糖果给摇出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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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咦，咋不出来呢？我们来摇一摇，是不是糖果卡住了呢？哇，出来了，绿色的。哦，哎呦，我来尝一下，摇起来，哇，哎呦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嗯，同样也是水果味的硬糖。托马斯的小火车上面有轮子，可以跑动呢。嘟嘟嘟嘟，哎呦，力气太使大了。嘟嘟嘟嘟，火车开过来了，来列队站好。有粉色和紫色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一款呢？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创意迷你造型托马斯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好吃好玩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